昨天晚上我的心情也像这个地方的天气一样，经历了四季。一开始去挺开心的，后来慢慢听了他们其他两对嘉宾的故事，我也挺沉重的，我也在他们身上找自己，然后再听到他说的一些小事儿。就是老纪自己有时候也弄脏自己衣服，假装没看见就管我。我又觉得这不是这样的，你说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。我哪一份工作，哪一个事情，我不努力，没有把它做好，每一次都来狡辩，都说我这个干嘛呢？我做的那么多，那么多，结果我心里就是挺委屈的。但是突然我一想，如果平衡一下，这个要求没那么高，或许他更容易接受一点。你觉得我讲的有没有点过？你说啥呀？我有王请的。昨天吗？我觉得你对他的反驳有点敏感，过吧，其实不存在过不过。我们昨天也在想，你从平缓的情绪到爆发的情绪中间这个缓冲区到底是啥？哎呀，张硕看别人的事儿看得门清。对，反正就是我一直在克制，这问题确实存在，就说问题。嗯，潘老师不承认这些问题，还要再说我。这个事儿你总不当成一个问题，你就好比我们演员，我如果拿剧本今儿垫着这吃饭，弄全是油完了，糊了糊了，我不敬畏他，我对他一点儿都不爱，稍微提高一点认识啊，这样咱们就不会那么有那么多争执。我的确把这个事情给弄得稍微严重了一点，但我是想用我的态度去让他注意到这个事情。我是觉得就是现在你对他的一些要求是从工作角度出发的嘛，但是他会带入你们的关系去处理去消解这个事儿，你这个事儿比较复杂，很难解决。很难解决。You look good today. Thank you.宝宝们出去玩喽，第一站我们摘果子啊，还是让姐和姐夫坐第一排。那就坐这儿。坐。朋友们，我们的喀什古城之旅开始喽。今天我跟老纪的主要任务就是带大家吃好玩好啊，然后美图拍起来啊。我是负责拍好，别的我就不负责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就这个无袖衫外面搭一个这个厚外套，这种穿搭，请教是好看的，但是为什么可以在背心外面搭一个厚外套呢？姐，咱不能问，不懂也不能问。你觉得我懂不懂时尚？你啊，朱然姐穿的好花花，很可爱，很像她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说呀！你本身就是时尚，你就是时尚本人呀！时尚本上。干啥？都干啥？针对我？你们没针对你，没针对。觉得你特可爱，觉得你可爱啊！拉倒吧。走喽，走喽！我们到开心果园了，大家。开心果园。好像真的在度假一样，很棒哎！咱一人拿一小筐，哦，还有手套，来，行，采桑葚，走。送你个花，好浪漫呀！哎呀，这么小呢，给我别上，给我别在这个缝里。这能别上啊？我觉得应该行吧。姐他们又开始了，姐王顺顺关注到了你们的甜度了，想想昨晚就是他了。好嘞，好像每一季都有这种送花的情节。哦，真的耶。这边有熟的，你们是不是够不着啊？巨甜巨甜，熟了。嗯，姐夫又会赶羊又会选果树，姐夫还会唱歌那么好听。对，那你愿意跟姐夫好吗？咱几个就别问这种死亡问题了。我觉得我跟姐夫能过到一起。是一个真敢问，一个真敢答。我跟谁能过一起啊？你先问问谁想跟你一起过。季老师，这个能可以吗？这一串很好。这一串
你要够不着。太可以了。望尘莫及，听着。哎呦呦呦，笑死我了。你怎么不给我们一点都往王诗琴的篮里装？你好过分。我以为分类统一装的。那你帮我摘几个，你现在就上面的，要那个上面的。你看其实上面的有很多熟的，够不着。除非我扛着谁上去。可以驮着你，来来来，你把王诗琴驮上去。好，准备啊，一二，啊，等会儿啊，不会吧，天天健身的，这个就很尴尬了。你看，这就是人家健身，你扛得动我吗？扛不动。哇，好哦，底下篮子准备好啊，我来，我准备篮子，你杯子给我。上面确实不错呀。啊，看，轻轻抱起，好没好？哎，没好，没好，好没呀！哎，硬挺呢，季老师。好没？好，没好。差不多行。下来，老季，下来吧，下来吧。那边还有什么？好，好嘞。哇，收获满满！走，摘樱桃。跟着我小旗子一起挥动，咱摘樱桃去啊！樱桃园到了。樱桃看着也不错。老刘呢？桃子。老刘。可爱。想摘桃子。老刘。等一下。来了来了。老刘现在也很自如在这里边啊，这可以啊，这俩可以啊。哇，看到樱桃了，这儿车厘子，哇，好好看啊，快摘。哎，来，看到了这个，哇，摘摘摘摘摘，可以。老公啊，好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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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的，每个人出来度假都有少女心。这一块，哎。说这个，老刘很喜欢这个。嗯，雪片上树了。老刘现在一整个打开。雪片上树了，这个值得我上。雪片上树了，姐夫在哪？你隔壁，你不是管姐夫？在哪？哎，这个值得我上。多摘点，多摘。哦，可以啊。等一块摘好吧。老刘，哟，哇，哎，老刘行动力好强啊！他我看到了，我就上去了。嗯，这叫姐夫上树，终于靠得住，是不是？拍姐夫，快去拍姐夫。帅不帅？太帅了！哇，从底下往上拍。Cool。哇。Cool。框，来个框，框框框。哦，来个框，我来。哎，你来的倒快。OK。哇，姐这框满了。我来，我准备篮子。可爱耶，嗷嗷待哺的样子，接百家果，小花太逗。哥，哥，啊，我想摘这儿的，叫谁呀？我给你摘。老季，来来，好甜哦，快点儿，多摘点。来，就这个，就这个啊。你我受不了他的。你抱我一下吧，你抱我一下吧。其实我一跳起来就有弄弄的事儿，我还得抱你。哇，太沉太沉了，160斤呢，好像。张硕183呢。这撸。你快点儿。你快点说。快点儿，好好好，先下，先下，先歇会儿。开心啊，收获满满呀，我们。哇，收获满满。走了，走了，回来。哇，真的。您给我拍一张，老刘。它这个滤镜，你昨天晚上那么长时间不研究一下咋用呢？我看拍啥样？对，不好看，怎么拍的这么丑啊？老刘开心了。走开，给我看一下，真丑，你自己觉得呢？我有这么难看吗？怎么到你的相机里，我怎么就这么难看啊？我这张你看多丑。你说这张丑不丑？你自己说。这张不还可以吗？哪里可以？难道不可以吗？你看这张，老刘还笑。我一个飞脚给你踢飞，我就是给你踹飞了。
他们俩拍照片巨丑，我跟你说，都不是不好看，是丑啊。咱来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啊，哎，好专业、啊，是为了显肌肉吧？你搞张出来，让他们俩见识一下。这个，说话的，你在说话。一脚给你踹飞！哎呀，我看一下其他的，有好的吧？肯定有好的，还不信任我呀？走了，走了，宝宝们上车，上车。看了照片，有点，今天一天的游览的心情有点受影响。受影响了，姐，我就看不见你，别喊。我已经尽力了。王晴，哎，以前去过，咱去过那个咖啡馆，能找着不？得找啊！拍婚纱照那个，嗯，那家超好看，又有天台，又有里面，就超美。啊，他们拍过婚纱照啊？2021年。哇哇，咱们在哪儿拍来着？我想一想，好多地方没印象，一头雾水。你啥时候不是一头雾水？你就跟着走得了，服务好大家的照片质量。行。